小姐，你的庆田初夏要怎么样来度过呢？可以是吃很好吃的甜点，或者是跟你的宠物一起去户外玩耍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宠物的这个户外用品，对不对？超夸张，人类可能都还没有拥有那么多，宠物都已经有。所以接下来荣嘉要跟我们介绍，接下来这个不得了，是你想要吧？很高级，而且是我觉得每个女人，如果你是把宠物当家人一样，每一个女人都会有可能会有结婚生子这个阶段，她把你这两个阶段结合了，如何结合？告诉你们，这个我超想要的。对，来，滚滚借过一下。这个呢是 Air Buggy 的手推车。这推车厉害在哪里呢？除了它的轮胎是真正的那个脚踏车的轮胎之外，它这个轮胎有四个功用，除了宠物用之外，你可以给你的婴儿用。怎么用？就大家会觉得吓一跳，怎么会同一个？不是，它可以组装，就你可以换另外一个上面的篮子。对，篮子，它就是完全是 for 婴儿，然后换成宠物，因为很多女生可能，比如说婴儿你养一养，到后来那个婴儿车你也不知道要干嘛，然后通常就会送人嘛，或者是就是作废。那其实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改装成变成宠物车给宠物来用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当你当妈了或者是家庭主妇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？去买菜，还可以当菜篮车，你还可以把它变成购物车，就可以把它送上这个篮子。而且这购物车就是它可以装很多的东西，很深。之外呢，你们要推一下这个轮子吗？差不多有 Remova 那个感觉，超滑，可以转。它就是宠物推车界的 Remova。因为其实这个牌子啊，它本身就是在做婴儿车，它是可以跟他一起跳跳国标舞，对，婴儿车界劳斯莱斯之称。而且像蜜姐还有刹车，对，它刹车在哪？直接这样子，对，而且它刹车超紧。宠物推车有时候要做那个斜坡的时候，你就很需要按着那个手刹车慢慢下去，不然很危险，还爆冲。而且还有一个，这个好酷哦，而且它转的超快的。你有发现它单手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一般的那个宠物推车，你单手是很难控制，对，它机动性好，可是就是会卡住。对，这推车是太像在推婴儿了吧？你给那个谁啊？Boogie 进得来，来来，可以耶 ，Boogie 刚好，它就算很大的 ，Boogie 想站着，来来，它就是那个想要炫耀的，然后这个很简单，它就是有一个扣扣把它扣起来就好，而且它可以穿刚刚那一套，然后坐在里面，对，好花俏 ，Boogie 想要找主人了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们有一些，如果有些人家的狗，他们跟人或是跟别的东西对看，就是对到眼，他们会有点害怕，就是会这样子。就是你知道避开，避开，或者是它可能会有攻击性等等的。你知道他们这个就是穴居式的设计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别人，可是别人看不到你里面。哦，这个洞洞，对，就是你从里面看得出去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很安心，就他们在一个安稳的小世界，他可以这样东看西看，东看西看，就是很黑的隔热纸的概念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就反被偷拍的时候也不会怎么样，就是如果两只狗想要偷偷出去，就比如说红狮跟，两只狗想要偷偷出去的话，就在里面外面。你也看不到他们是谁，因为他们要自己拍照上传到 Instagram， 是，所以他真的非常厉害，不断的中箭，好可爱哦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一车多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除了可以带狗之外，你也可以去买菜，然后也可以推。而且它有好多好多的颜色，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第四个功能就是它变成那个，如果你要给婴儿用的话，它还可以变成儿童的安全座椅。就是你还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是可以变成安全座椅，直接把它用到车上。哇哦，就是它婴儿那个可以直接拎到车上。有，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要找那种直接可以拎到车上，因为比较方便。我好想要一台哦，虽然我是狗婴儿，但是狗界的坦克车吧。对，劳斯莱斯。太猛了，好想要。然后衣物多用的一个推车，就是给这种真的是非常疯狂的狗狗的父母。通常它也是很实用啦，其实也没那么疯狂。你在考虑了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是有朝一日就可以买一下，就默默的跟自己讲了一个理由，可以下手去买。对，因为它毕竟可以有那么多用途，你要去买菜可以啊，生小孩以后也是可以用，而且它又那么方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处说不尽。好，谢谢荣嘉。